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，我们先来打一下十川五右卫门的地狱级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带大家用间谍加加九的其中一只大奖安妮亚来通关。好，那龙科的部分呢，安妮亚有帮我带到自己的武装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在关卡里会用到它来无视拼图哈。好，那队员的部分也是全部都免费配置啊，建议就是带上蛋糕龙科或者是这种进场可以捡 CD 的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如果有没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，剩下我们就边打边讲解喽。对，也是真的很少把狗狗带出来啊，终于是一家团圆了齁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抓着安妮亚的角色猪，然后我们只要有烧到火木案其中一种珠子，就直接会有一个加 C 的选项，所以这边对面的七康是完全不用担心的，我们就正常转就好了。好，来啊，这边我们就是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动作。好，OK， 那两回合之后安妮亚会跳起来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。好，那打开之后我们抓着狗狗的角色猪下来，然后一样哦，就是直接去大力转。好，这样 OK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，那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就是偷回合哦。等到 CD1 再进攻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去撞这个电击猪哈，提前结束转猪，这样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来接着游历跳起来，这边的话我们先把妈妈打开，然后我们点光，然后接着我们开游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那个安妮亚关掉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是要转两组光石子，这边我们就点暗光木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抓着安妮亚角色猪下来，然后去把两组光石子转到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样子 OK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走，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二关哦。好，来第二关这边的话，换成要消一组火的十字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我们先偷一回合。好，来一回合之后呢，这边的话我们把安妮亚打开，然后我们再关掉一次。好，我们选个暗火木好了。好，来接着这边的话，我们把妈妈打开，点光。然后我们补一个爸爸下去。好，那这边一样抓着安妮亚角色猪下来，然后像我画面上这个样子就 OK 了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灌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关。好，来第三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舅舅游历开下去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补一个妈妈，点光，然后把安妮亚补下去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抓着游历的角色猪下来，然后我们去符合红绿灯，好，回归原本位置，然后把这个心跟火的位置交换一下啊，我们最后按猪放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来这边一样带过去，没问题哦。好，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的话呢是要消五 C 啊，然后要转到那个两组暗十字吼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我们把那个安妮亚关掉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换成点个火暗木好了。好，来接着我们把爸爸补下去。好，那这边我们一样可以抓着安妮亚的角色猪，然后去把两组十字转到。好啊，转到之余啊，我们要再控个五 C 吼，所以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下。好，这样子 OK， 一二三四五，好。好，来这边就一样带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哦。二，来接着来到第四关。好，来第四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排珠一下下，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自己去绿五颗水珠出来就可以了哈。啊，你如果跟我一样，已经残血，然后又没有那个东西可以回血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新珠放手，让它掉一坨新下来，这样子。好，有补到血基本上没事齁，而且第一下是 miss 啊，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。好，那第二回合的话，这边我们可以试着先自己转一组水十字看看齁啊，我们就抓着攻击归一的安妮亚，然后就直接去排十字。好啊，一样可以的话都让安妮亚去吃一下那个升华齁，这样子的话伤害会比较巨大一点点。
好，没有带走的话没有关系哈，这边的话我们再补其他招式下去就可以了。那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凑三招哈，我们把安妮亚关掉，然后我们点个暗水火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再补一个妈妈下去，好，我们点光，好，那这边的话抓着安妮亚角色租下来，然后像我画面上这个样子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就直接锤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接着就来到王一吼。好，那王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安妮亚打开，然后我们狗狗也可以把它打开。好啊，这边你要补舅舅游历下去是也可以的吼。好啊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抓这个角色租下来。好啊，我们这边的话，等一下转完就直接去把龙科打开，就是它开始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龙科打开吼，直接用龙科去无视掉它这个拼图，然后狗狗再爆发，直接灌过去这样子。好，OK， 来这边我们就直接去转高分喽，直接去无视拼图吼。好，好，这边就直接再爆发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是要转三组十字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补一个妈妈下去哦，先做一个完全回血。而且他打过来其实是打不死你，因为第一下是 miss 嘛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抓着还在亢奋的安妮亚，让他去多打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排到三组十字这样子。一、二，好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哦，三组十字。好，然后我们按出放手。好，这边就直接带过去啊，就算没有带过去也没关系，下一回合再补一个免费爸爸下去，那个伤害一样是足够的。OK， 以上这边是间谍加加九的安妮亚通关，也是一次双成就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